因为其实老板也是蛮怕这种人，因为会想说你会不会哪一天就是出一个大包，或者是你就是要窃取商业机密的人到别的公司。所以我一直叫我自己的同事或者叫别人说，你要保持你自己的瑕疵人设。我觉得第三步呢，就是要培养自己有跨领域跟跨部门沟通的能力。第一个呢，就是你必须要培养自己不同的技巧跟技能，不一定是说你要成为另外第二个领域的专家，你只要稍微掌握到它的精髓跟初步其实就 OK 了。至少皮毛要知道啊，不要问你，哎、欸，现在 NFT 很红，那 NFT 是什么？我不要很明确知道 NFT 它是什么什么，对，或者是区块链，然后去中心化。哎，你很强哎，对，这样就是好聊天的人。因为第二点就是要跟不同部门、跟不同领域的人多聊天，就是各部门的人他们怎么样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但其实沟通是非常困难，尤其是老板自己本身就觉得沟通很累，所以如果是向上管理的那个人，他就必须要具备这样子的能力。比如说会计部总是跟开发设计业务部是不合的，所以我觉得高级主管你就必须要了解到会计部其实是需要什么，那怎么样去跟设计还有开发来去做对应。来摄取资讯、啊、只要一不知道最近梗图啊，就会马上陷入焦虑。然后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应该也都是要有多去比较，多看网络，多看一些比较平衡报道的媒体，因为你这样才可以知道它背后是怎么样操作，背后这段过程就是企划能力，从什么时候发生，找了谁执行这个任务，它的呈现重点目的是什么，人家看到的就是这个。我每一次看有觉得我符合我自己的，我都会先截图，都是可以从小地方练习，只是你愿不愿意啦。嗯，对。那刚刚讲到要有企划能力，那有点难呢，我其实不懂啊，你可以告诉我方法吗？其实企划很简单的，就是可以分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用数据来说话，然后列点表示。比起乐乐等的文字，你直接把你所作所为用数据，然后最好可以图像化，就是要明确的表达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的贡献，然后从原本 before after 直接告诉你结论。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培养收敛的能力，收敛也在企划的一部分，养成你在收集完资料之后抓它的大标题一点到三点来去陈述这个标题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尽量的锁在一面的 A4 纸里面。再第三呢，你必须要学会一些很基础的简报的能力，并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哇，就是做的像产品设计的人一样超美超精致，但是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有点像第二点，不要超过10行，这样在跟任何人简报的时候也会比较知道你的目标跟企划是什么。像当时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的同事们就遇到一个问题，他已经先解决，然后再来回报给我，告诉我他的解决方式。我觉得这样超级棒，等于是说那个回报不是只是回报，要有解决的办法。对，不然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欸，好像你就是丢一个问题给老板解决的感觉。我觉得很多的员工有事躲起来啊，干我什么事？其实我一开始也有这样，但是我就发现第一点，你要勇敢的去邀功，找到机会跟高级主管啊，或是老板可以说，哦，之前我有曾经做过怎么样。的事情从什么样的变化到怎么样，然后它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是很多人会有点害怕的，因为对亚洲人都天生就比较害羞。可是我觉得这换点方式，哎，好烦哦，上一次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我把它解决了。哦，这时候自然哦，对，长官就会觉得说，哦，你遇到问题你有解决能力，然后你又有企划能力，公司又变得更好了，那是不是你加薪升官的时候你就是首选？再第二个呢，假设我们是同一个部门、同一个任务的人，如果任务出事情的时候，老板直接觉得是你的问题。对，因为老板只对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最好是要有勇于承担责任的这个心态。到时候呢，你在这边说，其实我们的责任是这样子分属的，就我当初是有帮忙跨部门去做一些沟通，必须要让上面的人知道，但是你也要勇于承担。哎，那如果今天犯错了怎么办？就感觉会不会直接就在老板心里扣分？当然是一开始会扣一点分，但其实我跟你讲，不用到说你一直都是100分，因为其实老板也是蛮怕这种人，因为会想说你会不会哪一天就是出一个大包，或者是你就是要窃取商业机密的人到别的公司。所以我一直叫我自己的同事或者叫别人说，你要保持你自己的瑕疵人设，就是你可以偶尔出一点包，出一点错误，但是无伤大雅的，你再把这件事情包装好告诉长官，因为这个等于是分享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瑕疵人设啊，我会用错的步骤，然后也去社群分享说怎么会这样，这时候就会有专业技能的人来帮我，就他就会给我一二三四五
走一走，然后就发现哎、欸，我好像更精力。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帮助超大，因为我就是那种会逞强到不行的人，但是其实越建立这样子的人设，别人会觉得、啊、你根本就不需要帮忙。没错，不用逞强啦，就是真的遇到一些小困难的时候直接说，别人才知道怎么帮你。我相信大部分的老板一定会有差不多的痛点，然后也有差不多喜欢的人。而且再加上现代人，无论资讯太发达了，我们真的什么都要会。你不能只会单一个东西，我不能只是会当记者，因为我同时还要会主持，我还要懂房地产，对我才可以跨领域的去成为那个领域比较特别的人。